一哥，我错了。你哪能错呢？都我的错。一哥，我真错了。我不应该拿石头打路灯。你打什么路灯？你打路灯，我老婆怎么受伤？我这不是打歪了吗？打歪是理由吗？你们说是理由吗？老大，你别跟他废话，脑子有病啊他！不要说别人脑子有病，脑子有病的前提是必须有个脑子啊。这么的吧，我个人一般不记仇。你一看就是纯爷们儿，纯的、啊，有仇当场必报。这真是纯爷们儿。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我朋友有钱，我打电话。哼，反正是捡狗，跟你玩玩。行，打吧。没想到这次跟我兄弟使美人计。老二，大哥，都说多少回了，别叫我老二。二呀，哥被堵了，快点拿钱救哥啊。OK， 马上到。二啊，到哪了？你还没告诉我地址呢。二啊，哎，我在路上呢，等你啊，接电话。哎，赶紧动啊，咱我电话突然收费了，挂了。喂，你们可以收工了。收到。都说女人是衣服，姐可是你们穿不起的牌子。老二，害得我在医院里住了9天零17个月。哎呀，这打得不轻了，住了将近一年。你什么眼神啊，整整2年半呢。对啊，你想和我一起混，我得看看你的背景。大哥，我以前是个破里的。哎呦，我以为是烂桃子呢。破里的就是警察，但是一不小心我被革职了，而且蹲了5年牢房。还记得那年在训练场练习枪。今天的主要训练内容是步枪的精准射击，对面的靶心就是你们的目标，一个一个练习。枪法很牛逼啊，队长。谢谢你啊。下一个。枪法很犀利啊，我很看好你。枪法太垃圾，不能很灵敏。谦虚，下去，下一个。枪法很给力，白沙，退休去。Thanks。大哥，我挺尿性啊。杀人子弹不过三，牛逼子弹不一般。下一个，红哨 ，Thunderstorm。你的枪法最无敌，打死我都不教你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昨天玩牌没休息，刚才那个咱不算，再这个试试看。我日，我相信哥的实力呢。结果我就被判了5年，警察局也不要我。以我的能力啊，肯定会培养你成为黑社会的。
做黑社会的三要素知道吗？Sorry Fuck 不要跟我说英文 OK Yes Oh my god 听好了，做黑社会的三要素：凶残、风流、富有。能具体点吗？你看我啊，没事找个人来杀杀了，没事找个美女睡睡了，没事买辆新车开开了。你呢？没事捡个烟头抽抽。靠，走，我带你去实践。干啥去啊？打劫。大哥，你看我这气质行不行？必须的嘛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是打劫的。劫财还是劫色？大哥，咱们劫啥呢？ Money 劫色。 Fuck， 我的意思是劫财。你不是说摸他吗？贾文平害死人呐。人呢？看来是跑了。没看出来，小腿还挺给力。Fuck！ 大哥，你看我这气质行不行？必须的嘛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是打劫的。大哥，你们是黑社会的吧？大哥，你看我昨天打劫时表现如何？你是我老大行吗？别，我长得不行，不狠。当你老大，压力大了，受不了了。对了，大哥，以前和别人比赛时，真有人叫我哥。咋回事？记得那次比赛，我一路过关斩将，对方剩下一个，我们这边就剩我了。当时我就这么想的。
许动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。他们是不是说你们两个都是哥，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火线的春天。你咋知道？ Fuck， 我就是和你拼刀的那位啊。世界上没有女人了吗？你们还这么喋喋不休，再不走我杀人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我难受。嗯，咋了老二？蛋疼。蛋疼咋搞嘞？药啊，这顶一药就疼了。是不是咱们打结时逃跑步子迈太大了？不能啊，我即使步子大也不会扯蛋的。这就怪了，平白无故两只蛋疼，荆州一生一事无成啊。大哥，我一只蛋疼，左蛋疼，低胸绳。大哥，我右边蛋疼，右蛋疼，我看行。行行个屁呀、啊！走路都费劲了。那你想咋办？给我拿钱，我上月。你要不是不知道，人在第二集里都给那个刀崩了。我错，跟你混，我死都不知道咋死的。没事，大叔帮我会催眠，催一下你就会想起昨天晚上你做过什么事情了，然后咱们对症下药。那你催吧。走，咱们找个好环境去催啊。大哥，这地方行？必须的。不相信哥了？哎，赶紧的吧，我这没办法了。好，这闭上眼睛，想起灵狐，想着他的背影，他转过来了。昨天很早我就睡做了一个梦。老二，今天没事儿，找点东西玩吧。我是打赌，你要是能给你隔壁那个寡妇睡服，让他和你处大象，我这把好枪就送给你。如果做了，我啥都不要，只是枪不能造成。还是老奶奶，停下停下。行，你去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出了门口了，就是。世界上没有女人了吗？你们还这么喋喋不休，再不走我杀人了。大姐，你还没睡呢。别动，我来没啥事情，就是想问你，你是不是顶着等老娘我揍你一下。靠，你是不是闲得蛋疼啊？你这就是梦，我哪知道。确定了，就是他踢了。行了，哥带你上医院。你不是没钱吗？从你工资里扣。你狠，
夫，我老干的。婚姻30年，出家夫自荐。不是，是我家老二干的好，我来检查一下。哎呀，看来你这个得动手术割掉啊。那我家老二他站着，好，我来给你检查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给你开点处方药，吃药就行了。大夫，大夫，你果然是华佗在世啊，比刚才那位强多了。刚才那个人要开刀。开什么刀啊？不需要。你们家老二的状况过几天会自己脱落的，不需要开刀。老大，你看，我刚给你生的小弟。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是你的了啊，谁叫谁报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太疼。咱们行啊，咱们接触这一个月也打过场子，收过保护费，看你们人不错，我这样有个绝世美女的电话打算发给你们啊，但是人太多只能要一个。老大，你想啥吧？这样吧，咱们做一系列训练，每场淘汰一人，最后请下来的这个美女就给他了。好啊好啊。第一个项目，铅球，咱们这里没铅球，拿手雷扔的，距离最小的淘汰。老二，你去对面做监督。啊，在这边好好看好了，我去做监督。当我的父母，是我的老二呀。其他人都被淘汰了，现在就老七和老二晋级了，你们有啥想说的？老二这么猛，好几十个雷过去都不死，他是神呐。再说已经为我们服务，这个名额我就让给他了。我代表大哥感谢你啊。现在只有你能有机会和我抢女人了，
现在我们公平竞争，咱们换个玩法。大哥，我被雷炸的就是一滴血了。没事，我不会为难你啊。咱们比试的是跳远，谁跳得远谁就赢。大哥，这相信自己，你行的。Impossible is nothing。这个电话只能我来打，哎，你们看着了。您拨打的用户已结婚，请现在时再拨。你赶紧去看看吧，他们出事了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们五个被逮住了。我都说了，你让他们在公安局门口收保护费。是啊，他们没在公安局门口收，他们进去收的。这帮小弟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看来还是你的脚使劲。自从上次我在你们这儿收保护费被逮住之后啊，我就知道你们的实力了。警察同志，能让我单独和他们几个谈谈吗？不许偷我姑娘。谢谢你啊，警察同志，我这儿和大前门特意托人买的，孝敬您的。算了，我还是偷大生产吧。你赶紧过去和他们说吧。谢谢。说吧，谁是主谋？虎啊，这地方是收保护费的地方吗？大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要我是来公安局收保护费的，绝对不会惊动你的。大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要是我做的，现在这局里就不能这么开心了，就好见血了。大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一向对警察局没兴趣啊。昨天我还跟你说过，我要去税务局收保护费呢。所以，大哥，你也是知道我的，昨天和野玫瑰被曝光的事情，就是在这家局子里办的。现在罚款还没交呢，哪敢自投罗网？大哥。你是知道我的，你夸我臂力好，人前就牛逼。如果是我，这家局子早就让你们给局了。你们都我哥行吗？老二，回家取5000块钱，把他们弄出来。哎，好。
记住了，做事情不要太冲动。哥哥弟弟们，去坐银行押运车，三分钟后路过下一条村。爷们们，跟我走。老二，回家取10000块钱。老大，这次咋这么多？棺材，2000块钱一个。哥哥，上面的灰呢？我擦了。我鄙视你！我求职的电话号码还在上面呢。身为黑社会成员，还找工作？现在黑社会难做呀。昨天收保护费，发现他们比我都惨。我不仅没收到钱，还掏了自己腰包。我就说了，老大，成交了。我这个月工资呢？我都说了，我掏腰包吗？攒你的那份工资给他们了。我也不是。自在你走，天别走。如果答不下，你面试就不能通过。不问吧，我保证答得上来。请问黑色城镇地图内有多少个可以穿透的木墙？姑娘说的不对呀，幼儿园现在也不好混啊。中北竹江左排第二个江的中文名叫什么？不知道。沙漠灰警察从家走到基点需要多少步？不知道。渔护者穿的丝袜是什么牌子的？不知道。不用品了，谁照片我就自己来挖我吧。